夜威熊熊伫我诶嘴，我诶心神咧因为耶和华来夸口，强力诶人听见也袂欢喜。恁甲我着何乐耶和华最大，撒甲尊伊诶名最大，一时请咱撒甲起立。来三个资料，四路圣经最大的信仰各位，四路圣经，我是上帝，全能的，创造你的主宰，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使命，阿弥主，伊为圣心投胎，为十字路玛利亚出世，伊温柔变得令人受苦，变是一个心爱众的礼物，为三日对信仰中的我。新的圣经主耶稣基督，予我有福分，真侪你的兄弟女，也伫你所定的圣主日，阮三甲聚集一个所在。恳求即时你甲阮同在，圣神充满伫阮的当中，予我每一个人心、心灵拢得着平安。伫安息日的中，阮若是伫肉体顶面的休困，也恳求你靠帮阮每一个人心中的压力、疲倦、担忧。这是悲伤，借着今仔日的领受，我们重新来得到开朗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听内底，成做一个新造的人。感谢主上帝，伫顶礼拜有侪侪家己姊妹因因无你的疼痛，家己救赎的关联，因也欢喜悔改，将因的性命来交托伫你的手中。对着你所启示的话，圣经以教会内底见证来明白你，求问你。我们恳求祈求上帝，你的圣神引带着因，也感动着因，让因能听闻你的道理。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你的教示，教示，我们的心肝常常受着感动，我们能拿话道德来亲近你。恳求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，也接纳我们每一个人，赦免着我们过去一切我们所不知的，让我们能够成做你的所听的儿女。含千古你做我的天父上帝，也恳求你感动我的教会，安排有侪侪热心的兄弟姊妹，帮助着我每一个新认识你的兄弟姊妹，让伊的信仰那坚固，一世人行天路拢无煞。我也恳求你，吼，当咱亲像伫阮三百所用的诗歌中间所讲的，每一个拜上帝的兄弟，虽然阮所徛起的所在真路啊，总是阮会常常欢喜。无论阮拄着怎样的健康，阮拢知上帝在照顾阮，伊疼阮亲像囝儿。啊，阮彼此中间常常要讲好话，总是无讲虚假好话，因为阮知安尼，阮彼此相疼，你就要欢喜，欢欢做宝贝。啊，阮常常彼此用笑容款待对待彼此，因为阮知上帝你安三甲好好，阮彼此善良对待。啊！阮三甲组织伫你圣殿，伫遮吟诗而乐，献尊名，上帝献尊名，常常孝念你对阮的疼，甲慈悲。我们从今仔日的聚会，一切拢拜托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也恳求你赏赐稳定，让阮的牧师透过伊的嘴所讲的，让每一个听的、甲讲的拢得到利益。我们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Thank you.
圣诗天文的高音是罗马书第十章。你若用嘴宣的耶稣是主，因为人心事就得到千里。圣经有安尼记载，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求伊的人。毋过，因着无信伊，哪会求求伊？就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的脚镣偌尼水。以赛亚讲：主啊，世人信阮所传的信息。毋过，我问问，因敢真正拢毋捌听到？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，这是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语。今仔日咱所要看的圣经，则是记载伫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二节，以及第十九节。伫阿伊汉尼古的圣经509页。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节，百姓甲因的某大声吼，嫌因的兄弟犹大人。第二节，有人讲，阮甲囝、查某囝人也侪，就去得到五谷通食来得到饭。有的讲，为着基因，阮用阮的产品和荷兰园主体等人来得到满足。有的讲，阮已经用蚕甲葡萄园借阮老王的水，阮的肉体甲阮的兄弟的肉体一样，阮的囝儿甲因的囝儿一样。但阮用阮的囝、查某囝做人的奴仆奴婢，阮的查某囝有的已经做奴婢，阮也无法得。因为阮的产园、葡萄园已经归别人。第六节，我听见因的呼叫，甲因的话，就真生气。我心内想，就带接伊遐的贵族甲官长甲因讲，恁达人对兄弟提利息，对安尼，我召集大会来拄因。我甲因讲，阮用阮的力来伤咱的兄弟犹太人，就是已经卖予异邦人的。恁竟然要卖恁的兄弟吗？也是因要受卖予咱吗？因静静无话通应。第九节，我阁讲，恁所做的毋好，因为咱的对立就是异邦人的威望。恁敢毋着敬畏耶和华咱的上帝来行吗？第十节，我甲我的兄弟，我的奴仆也用钱银五谷借百姓，但我劝恁，咱大家着免吝啬。十一节。但我劝恁今仔日将因的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厝体，甲恁所对因抽的钱银、五谷、酒、油，每百分的一分，拢着还因。十二节，因讲，我欲还，无阁对因讨，要照你的话行。我就叫这世人甲因咒诅，要照这个话行。第十九节，我的上帝啊！求你纪念我为着这个百姓所行一切的事来赐予我。以上，愿上帝赏赐咱智慧，领受伊所加赐的